天是妈妈的受难日，又大了一岁。今天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日子。之前其实也是一直说希望多收你们的信，多看你们的信，所以有一直把你们的信都保管起来，来读一读。刘雨欣黑市古着店，这个标题很吸引人啊。你放心，我会和你学习做自己，不放弃，做一个优秀的雨伞，这样可以有强大的勇气，也可以保护更多的人。还是那句话吧，就是我们一起做更好的人。我在努力的同时，我也希望能给你们更多的力量。对，这封信里写的是，我好像真的爱上了 Papi， 我从来都只是三分钟热度的人，但是我现在懂得了坚持的可贵，你让我明白了果断坚持。于是我坚持到底，上个月参加了一个 Papi 的集训。反正 Papi 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考验耐心的一个舞种，只要喜欢嘛，我觉得就去坚持吧，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放弃，然后不要在中断的时候就是打退堂鼓，说不定你继续坚持个一两个月一两年，就会有很好的收获。我是一名钢琴系大一的学生，学钢琴13年，从小学习音乐，15岁一个人奔赴杭州深入学专业。当我看到你的经历，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很能感同身受。从我自己出发，能够让你们都会有很多的力量，我是非常开心的。那我也会出更多的作品吧，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有诚意的一种方式了。我觉得说再多都不如出作品给大家听到，更让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看到我。今天晚上你要上快乐大本营了。我20年前看快乐大本营，那个时候我还是孩子。好久不见，不好意思，在车上临时写的信，字太乱了。最近的舞台都非常喜欢，很辛苦。确实春节期间也一直在准备舞台给你们吧。就像我觉得说到就是要去承诺嘛，要做作品，要拿舞台来回馈给大家。所以今天我的 EP 也就诞生了。我看你在后面也写到，期待你的 EP， 雨伞也都在努力着。我们一起加油，多喝热水。对，你们也要多喝热水。然后也希望你们喜欢这张 EP 吧。很早之前就一直在收歌，在收歌的过程中也一直在考虑到底要哪些的风格去表达我现在想要做的音乐。那就选了3首歌，一首 Of Course 有一点小性感和迷幻的风格，还有一首是 You and I。这首歌是比较想要大家一起合唱的中快版的歌，还有一首是纯抒情的歌。因为我一般除了唱跳的歌曲，其实最喜欢的就是纯抒情的音乐，所以这一次也非常荣幸可以跟阿普哥，可以跟831老师们一起合作，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作品给你们吧。
所以我记得我在采访里面也说过，如果是我不确定跟我没有把握的事情，我宁愿放弃和不做。所以这三首歌是我觉得思考了很久，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才去把它做出来给大家听到。我们一起加油，多喝热水。对，你们也要多喝热水，然后也希望你们喜欢这张 EP 吧。大家都觉得我很像一个老人，但是确实要喝热水，你们也得喝热水。嘴巴为什么是嘟嘟嘴呢？猜到了吗？看下一张吧。确实没猜到。答案揭晓。这件衬衫也没有很熟悉，这是什么衬衫？这怎么有点像奶奶的衬衫？是拍尼龙的时候被拍到的嘟嘟嘴。就是我一些拍摄的时候，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吧。有时候外景确实非常冷，然后我也都知道你们在山的那一头，那个草坪的那一头，但是我知道你们都很听话，所以还是要注意安全。最后来一张姐姐和娃娃的合影，这个自画像就说来话长，这个确实是之前非要画一幅自画像。那个自画像呢，我就也不知道画些什么，感觉大家都画得很好。我就画了一个自己脸，下面带了这个我的刘雨欣。你们这些小贴纸，我可不可以在哪里可以拥有它？真的很非常好看，就像这个贴画，都是我潮流合伙人的每一套穿搭，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可爱。哇，光说就有啊，这个好可爱，还有雨伞的贴纸。听说三月份有演唱会，虽然可能是线上的，但是。支持你的，希望我们可以早日在线下演唱会相见。希望你可以拿着邻居所有雨伞爱意的手来在舞台上表演。对，其实，在上个月演唱会，我已经有拿着这个麦去表演过，都有收到。但是希望你们还是多以留言写信的方式吧。小小的提议，不知道你的各专准备的如何？希望会有抒情歌，同时会有现代舞，也可以尝试一下可爱风。我想说可爱风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在我觉得合适的阶段，或者是我拿捏得很好的情况下，我才会去自己去选择这样的表演。然后抒情歌呢，这一次确实是有了，而且就是没有做我一直以来比较喜欢的或者是非常非常擅长的风格，没有。但是这三个风格也都是我想要做的。不要总熬夜，保证每天睡眠的时间，不要看网上不开心的内容。哎呀，我每天看，说实话我是看得蛮开心的，因为每个人的言论都会不一样，但是我都接受每种言论跟讨论，因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得更远一些，都是放轻松一些，然后我们都一起变得更强大。好的，其实除了这一箱的信，还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信，然后都收藏起来。虽然不是每天都能够跟大家见到面，也可能是在大家很辛苦来见我，然后我上下班都是匆匆跟大家见到一面的情况下，能够跟大家见到。其实一年的时间快过去了，我的心一直没有变，然后我也都与你们同在。首先要跟妈妈说一声辛苦了，也要跟你们说一声辛苦了。我也记得你们每一年为我做的所有的应援，我都有看到。也像在5月30号我说过的话一样，我们一起一步步走向更大的舞台，我们一起努力。看到你们，每次看到你们信里面写的你们又考上想要的大学，然后又去留学，然后很多事情都变得顺利，然后找到自己心爱的人，我都非常非常开心。我们一起继续努力，一起少说话多做事吧，然后我们一起变得更强大，我也会创造更多的机会跟大家见面的。拜拜。哎呀，怎么还有蛋糕呀？是啥时候整的蛋糕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妈呀，还有花呀！这你准备的花？咱们准备的，这是奈子嘛？然后奈的，正好今天发专辑嘛，是要大奈的。哦，谢。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